我是从秘密基地远赴而来，来到 Vita Moss 的瘟疫医生。没错，这个戴着乌鸦头面具的人就是我。这里呢 ，Vita Moss 除了瘟疫和绝望，什么都没有。我好几次都希望这只是死神跟我们开的一个玩笑而已，因为我听到好几次铜板掉落桌面清脆的声音，仿佛就像是死神他在丢铜板决定人们的生死一般，如此的无情冷酷，如此的几率和命运。所以我们来到 Vita Moss， 死神决定了一切，但是每个人都难逃一死。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扮演好一个死神的角色，那请先按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把我们的影片按赞按分享。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好，那接下来就由我们来教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死神吧。游戏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做 setting 的话呢，我们会有 Vita 的三张胜利目标，还有Moss 的三张胜利目标，我们会从这六张里面抽出各一张，所以会抽两张出来当做我们这一回合游戏的目标。然后呢，还会有一位玩家是小丑，小丑的话他是中立阵营，所以他就是固定就是这一张回合卡，就是他只要是回合结束，九个回合、八个回合、十个回合或是十二个回合，看人数设置。只要回合结束大家都还没有得到胜利目标的话呢，那我们就是小丑获胜。那我们会先发我们的角色牌，这些面具呢就是我们所代表的角色。如果你抽到一个帽子，那就表示你是小丑的阵营。如果你抽到一，那你就对应一下图板上面的一，就是 Moss 的阵营。如果你抽到二，那就是相对的就是 Vita 的阵营。 Vita 就是生存的意思，那 Moss 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呢你会分别代表可能是 生存的阵营，或是死亡的阵营，或是小丑中立的阵营。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游戏。开始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先选出一位起始玩家，那就是由长得最像死神，像我这样子很像死神的玩家来当起始，然后给他这个起始玩家标记，还有一个我们的小小的瘟疫医生。那他可以翻一张牌出来，决定这回合我们要投票谁决定他的生死。那我们分别有三个牌堆，紫色的呢是贵族牌堆，绿色的是平民牌堆，就是一般人，那咖啡色的呢是奴隶，就是卑贱的人们他们的牌堆。好，可是呢我们这三个牌堆里面都不一定绝对是贵族，绝对是平民，或是绝对是奴隶。因为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牌的最下面，最下面它有标示说总共的张数，像它下面有画1、2、3、4、5五个方形，就表示说这总共有五张牌。然后呢有三个是紫色，就是说这五张牌里面有三个是贵族，然后还有一张是绿色，绿色就是平民，还有一个是奴隶，就是咖啡色的是奴隶。所以说呢这五张牌里面有一个是平民所假装的贵族，还有一个呢是那个奴隶假装的贵族。那翻开来的时候呢它会显示戴面具，像是这一张，这一张的话呢它下面虽然翻开了是贵族牌，可是呢下面画着面具，然后它的背景是绿色的，这样子就表示说它是伪装成贵族的平民。所以呢就算你开的是贵族牌堆，可是呢你开出来的呢它还是算是平民，因为它的实际身份是平民。好，那么翻出来的牌呢每个角色它都会有特殊能力。假设呢我翻出来这张牌，好，出现的是骑士，那我们就会看一下骑士的特殊能力是什么。像骑士的话呢它就表示说翻出它的这一回合骑士玩家，它可以等所有的人都投好票以后它才做投票的动作，所以就表示说呢我比较有最后一个投票的权利，所以我可以先看一下大家的情势我再做决定，看要他生或是他死。 OK， 好，那我们每一张牌的特殊能力都不
一样。如果你不晓得的话呢，可以查阅我们的说明书，那我就不多介绍了。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回合流程。我们回合流程总共有三个，当轮到你的回合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医生看诊，因为我们是瘟疫医生嘛，我们会先决定说我们要看哪一个贵族、平民还是那个奴隶。好，就会翻一张牌出来，翻一张牌出来以后呢，看他有没有什么特殊能力要发动。像骑士的特殊能力就是说，我这一回合的骑士玩家可以最后一个开票，就是开票的时候呢，我可以说等全部的人都开票以后，我才决定说我要投哪一面。所以说呢，我的投票会在所有的人开票之后，我才会做投票的动作。好，这是骑士的特殊能力。那其他角色每一个都有特殊能力，我们就不多讲了。如果说有不晓得的地方，可以看说明书，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哦。好，那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医生看诊。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死神仲裁。死神仲裁的话呢，分成三个小行动。第一个小行动呢，就是说我们大家会先做投票的动作。投票的话，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硬币，太阳这一面呢，就是想说你想要决定他要活着。如果是你投月亮这一面，就表示说你希望他会死掉。好，所以我们会先每个人都投好，投好以后呢，你就是自己握在手中，或是你把它盖在桌上，用手遮住它，不要让别人看到你投了什么票。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行动呢，是说我们可以使用特权。其实玩家标记上面有写，就是特权的话呢，我们是做顺时钟的来做使用。所以就会从起始玩家的左边第一位玩家决定说他要不要使用特权，然后每个人都问一遍以后呢，那每个玩家都只能使用一个特权，而且呢只能对一位玩家也只能使用一个特权。所以说如果有别人已经对我使用特权了，那其他人就不能再对我使用第二个特权，每个玩家面前只能被使用一次，然后每个人也都只能使用一次，而且是都只能对别人，不能对自己。对，所以就是我们有四种不同的特权。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有哪四个特权。第一个特权呢叫做伪币，第二个是翻转，第三个封锁，第四个是死神意识。好，那先讲一下第一个伪币。伪币呢就是说大家都投好票了嘛，那你可以把这个伪币呢放在某一位玩家面前，这样子你就是说他这一回合的票数呢会变成 double， 就变成两倍。所以他投了一个 生存的话呢，就会变成两票生存，这是我们的伪币。可是当然你会不知道他要投生还是投死，除非你知道他的阵营，可是这都只能用猜测的。好，第二个的话呢是翻转。翻转的话就很简单，就是说你放在某一位玩家面前，你可以把他这一回合投的票整个翻转过来。如果他投生的话呢，他就会变成死亡一票；如果他投死亡，就会变成生存一票，就会把他的整个硬币给翻转过来。好，第三个特权呢就是封锁。封锁的话就是也是你放在某位玩家面前，他这回合的票呢就完全不能够打开，他这一回合投票就视为无效， OK， 就完全不用理会他投什么东西。但当然他的票也不会公开，所以说我们不会知道他投的是生存还是死亡。好，最后一个呢叫做死神意识。这个票呢，这个特殊功能非常的强，因为我们其实玩家一开始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乌鸦这个瘟疫医生放在生存或是死亡的一个位置上面，就表示说如果假设我们等一下投票的时候是平手，那我这个乌鸦医生可以决定他生还是死。对，因为死神的权力是比较大的，除非呢死神决定不出来他要生还是死，这个时候我们的医生才会有效。对，所以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在生或是死。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使用死神意识，那这个的乌鸦医生，他这个瘟疫医生的票就会增加一票。如果他站在生存这一边呢，那我们生存的票就会多一票，而且还是一样，就是平手是他获胜。所以这个死神意识他的权力非常大，他除了多一票以外呢，这个医生的功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假设死亡这边有
五票，然后生存这边有四票。可是有人对这个瘟疫医生使用死神意识的话呢，那这样子就会变成同票数，而且呢乌鸦医生他站在生存这一边，所以的话就会变成生存这一方获胜，那这个人他就会活着。 OK， 所以这是我们四种不同的特权。那每个游戏里面每一个特权都只能使用一次，所以当你使用过后呢，你就把它收回来，然后把它盖住，就表示说你这个特权不会再做任何的使用，它就已经无效了。好，那我们就会决定完这个人的生死以后，回合就结束，然后把起始玩家标记跟这个乌鸦医生的决定权放给你的逆时针右手边这位玩家，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个回合。好，那我们游戏会在什么时候结束呢？在我们某一方获胜的时候，游戏会马上结束，或者是如果是平手一直分不出胜负的状态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小丑他会在第几回合的时候结束。小丑如果是三个人玩就是九回合，四个人玩是八回合，五个人玩是十回合，那六个人玩的话会是十二个回合。那我们回合数要怎么看呢？就是看我们开出几个角色。那第一个角色他如果生的话，你就把他头朝生存这一边，那第二个如果死了，你就把他头朝死亡那一边，所以就会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开下去，就会表示说第几回合。如果开出了四个人，那就是过了四个回合这样子。所以我们做标示的时候呢，顺便会表示回合的数量。好，那我们游戏结束呢，就是看哪一方获胜，就会成为我们最厉害的死神了。那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游戏它有一点像狼人或者是魔城马车，就它都是阵营游戏，而且呢都是需要投票来决定生死。那魔城马车就是投票来决定说哪一方打架会获胜，所以说这三种游戏呢都是要投票来决定东西的，就大家都可以一起公投。所以你很喜欢全民公投或是很喜欢阵营类游戏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玩玩看我们的 VitaMos 或者是魔城马车或者是狼人。可是狼人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被投票死掉的玩家，或是你被狼人咬死的玩家，你就会立刻死亡，你就不能再继续玩这个游戏了，而且死掉的人也不能讲话。所以我觉得狼人这个游戏它会比较死掉的人会很无聊，对，所以这是唯一的缺点。那如果是魔城马车的话呢，跟这个游戏会比较类似，因为它就是打架不会有人死掉，只是输的人你可能会稍微示弱一点，因为赢的人可以看你的身份或者是抢你的东西，对，所以说魔城马车的话呢，它会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说，你可能到结束你都不知道说谁跟你是同阵营的，有可能会发生。然后这个游戏呢，它更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抽身份的时候啊，这个小丑牌是不一定会被抽到的，因为如果说你是假设我们四个人玩好了，那我们就会有两张死亡阵营跟两张生存阵营跟一张小丑牌，然后洗一洗一人抽一张，所以说有可能有小丑或是也有可能没有小丑，就是两边各两个人，就是会有两个队友，也有可能你只有一个人，然后你的队友没有，就是一个小丑这样子。所以说它很特别的地方说，你根本不晓得会不会有小丑，所以你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队友，你就会从头到尾在找到底谁是你的队友，然后你也不能太明显，如果你被大家发现说你跟他不同阵营的话呢，他们就会一直对你使用这些特殊技能，所以说你身上呢就会很惨，就是常常每一回合都会被使用技能，然后你的票数呢就可能会不算票啊，或者是说你的那个牌会被翻转之类的。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局中局，就是你假设你会被放翻转，你就先放一个你不想要的，然后被翻过来就是你想要的。当然这是高难度玩法啦，可能你要玩过很多次以后才有到这种的水准。可是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听起来是蛮好玩的 VitaMos 我还没有玩过，可是我自己很想要玩玩看，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秘密基地来找我们一起玩哦。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VitaMos 的游戏介绍，那如果你支持我的话呢，也拜托你支持一下我的全新个人写真创作专辑唇蜜的话它已经上市了，所以你要购买的话呢，可以来秘密基地购买，或者是到我们的秘密基地官方网站购买，或者是到全省各大唱片行还有线上音乐平台也都可以买得到哦。不过如果你来我们秘密基地购买的话，还会加送你一盒超好玩的阵营游戏叫
做《狼人真言》，它的价值跟我的专辑差不多，所以等于是买一送一，超级划算的啦。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秘密基地购买。那我来介绍一下我的这张个人创作写真专辑《纯蜜》，它里面总共有160页，非常丰富的写真集，有性感照啊，有 cosplay 啊，然后也有运动风、自然风、休闲风，也有宣传照，还有一些舞蹈的照片等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造型，里面大概有一半左右是我自己做造型设计的，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而且呢，这个专辑总共有10首歌曲，都不一样的曲风，有摇滚，有电音，有舞曲，有抒情歌，有 R&B 等等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曲风都不一样。而且呢，总共有5首歌是我自己做的歌词哦，所以你对创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最后面呢，每一个我自己创作的歌词下面都会有写我的创作心得，它都是根据我的自身经验改编的，所以想要更了解我的朋友的话呢，请务必要看一下我的歌词创作哦。而且在歌词创作前面呢，还有我写的一些短文，以及我的生平各大事迹，所以你想要走演艺圈的话呢，也很欢迎，你可以参考看看我从0岁出生开始如何努力奋斗前往演艺圈，然后直到现在就是做过哪些演艺圈的表演啊，或者是我读了哪些高中啊、大学啊，做过哪些乐团啊什么之类的，都写在这个里面，有我的生平大事迹。然后呢，前面的话呢，就是很精彩的160页写真，所以真的非常的划算，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那如果你来秘密基地的话，遇到我还可以帮你签名，加上跟你合照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秘密基地购买我的全新首张个人创作写真专辑《纯蜜》。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先看一下我的 MV。这10首歌曲我总共有拍了6首歌哦，6首歌曲都有非常精彩的歌舞表演，还有各种的戏剧表演，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李密 MV、纯蜜之类的，都可以找得到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关于今天的游戏 VitaMos， 或是我的写真专辑，或者是我们秘密基地桌游专卖店，或者是各式各样有任何疑难杂症，或是你生活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影片下方，我们都会慢慢帮你做回复的。还是呢，你有什么想要我帮你介绍的桌游，你也可以留言哦。如果我会这个游戏的话呢，我也会努力想办法抽出时间帮你介绍的。那最后希望大家拜托一定要帮我们的影片按赞、按分享或者是留言，那也记得要帮我们的频道按订阅哦。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是秘密基地的李密，大家拜拜。